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吕良伟。如果大家想心血管好咧，就要打几个穴位嘅。我哋首先我哋两个手要互相击掌先，九次，1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5 6 7 8 9。打嘅时候要大力少少，1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5 6 7 8 9。你睇个力度咧，系有咁嘅声，你先会知道，咁样先可以将血管咧打通佢嘅。我哋每日最好就要打两次，每一次咧就要打九下，每一个穴位都要打，因为呢个穴位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心血管咧系疏通同埋去除湿气嘅。有啲人个背部咧痛，佢唔系扭亲，而系嗰个心血管咧影响到佢背痛。好多人打咗第7日之后咧，个背痛都会消除嘅。咁你哋可以试下呢个效果非常好。